我结婚的好事是啥子呀？你会帮我洗衣服、做晚饭，还有给我接接话。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你还要跟我讲故事的。那我结婚的好事呢？你可以学习一下。我还结婚就做一个啊，小星星，我爸爸给我妈煮面吃，你们多学呀他。可以啊，那闺女啊，我给你做一下煮面条。你不要再给我加倍了，谁你说我爸对我妈好，不是喊你说咋个当我爸？我晓得了，我明天就给你妈妈煮香菜点心面。是给我煮香菜点心面，不是给我妈煮香菜点心面。都准备了，这是我给你跟我丈母娘在抖音上才买的香菜点心面，整整五桶，倒是不到9块9，小小一碗大也小刚好。还有这些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魔法式干脆面，我每天都要喝的瑞幸咖啡。好浪费钱哦！咋回这些才几块钱，好吃又便宜。赶上双十一，抖音上次限时发放的操作优惠券，点上升进入秒杀屏的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了。今天双十一，我给大家争取了操作专属优惠，现到现在，抖妹就是赚抖。这就对了嘛，你要像我爸一样当个好男人。但是当好男人太累了，我不当了，给我搞个律师帮我冲个皮肤。算了，我给你做下前面。你不是不当好男人了吗？不要这样当了。我把你们尿了一个，我也当狂犬疫苗去了。抖音。